哇、哦，这个芦苇田，我操，好有意境，我的天。天，我操，好有意境，我的天哪！怎么感觉我好像穿越到原神那个蒙德里头呢？秦团长救一下呀，秦团长！你来我的地方，你就感觉这就是原神那个教堂那个地方。确实，这个图真的非常非常的城市化，这个图确实是《使命召唤》手游里面最城市化的一张地图，给我带来的惊喜是要比去年那个米摩诺斯岛要好太多了。说实在，阿米诺斯岛。我真的，我带你去找七天神将。他我就开了一个高清画质，但整体的这个观感真的很棒。我觉得比去年那个米摩诺斯岛的整体观感都要不错一点。但他跟米摩诺斯岛那种阳光海滩风格还不太一样。OK， 兄弟，就这来，有没有 DNA？ 我问你，你要玩过原神的话，你肯定有 DNA。
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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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心意到了，兄弟，心意到了。坐下。说错了说错了。这个这把圈刷其实刷了一个很离谱的一个地方，讲实在话，主要是没地方可去。只剩这个地方。对啊。给他刀了。这个算是地图里面唯一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。对。对，这可能是地图里面最空旷的一个地方了。来，我看你把，那我看你给他刀掉。哎，哎，哎，帅，赢了，帅。空投飞机正在前往战场，只剩下一半的战士了。空投有重大。
信号接收区开始作响了。空投已送达。